细细酸泪。那个人儿一憔悴，那个心儿一破碎，走了一句不后悔，我有一个神鬼，大地响起一声大嫂一个查某人真啊辛苦，我是感觉伫个雇佣地，也要保养一寡产业，我心肝内感觉于心不忍，而且规心嘞倒转来这个雇佣，甲伊斗相共。啊，无人看像你安尼生的啦哈，虽然吼中数如庙啦哈，该照顾是你大哥，也毋是你啊，你应该去发展家己。你爱知影，阮大哥的个性，你嘛是爱了解。伊伫个小城伫个无用，也因个感情事，咱是不便为因提起。也咱若是收所收完毕，来赶紧倒转来，免得块大少爷来担心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嘿吼，大少爷较歹斗阵，你较好斗。你若许我阿兄听着啊，我知影你袂讲予伊听啦，那你想听我？好啦，要无事情我怎赶紧来？好，真得当。